全国性的艺文圣书第十三届南投县玉山文学奖以及第十二届玉山美术奖的颁奖典礼，今日一早起在南投文化中心隆重举办，并由县府秘书长陈进兴等艺文界前辈大师一一颁奖给今年的得奖人。那虽然所编列的奖项不是全国最好，不过我们非常有心，针对文化局的相关同仁，大家卖力的演出哈，也让我们整个颁奖典礼是在温馨的气氛之下来完成的，也让我们都讲的都能受到尊崇，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会中除了表扬玉山文学奖美术奖的得奖人，今年主办单位阁特别增加颁发文学奖现奖、美术奖现奖以及特别感谢状，表扬这三位艺坛前辈长期以来对着南投县艺文发展的无私贡献，这让现场是马上充满着温馨、阁使人感动的气氛。所以今天啦，我特别欢喜，很高兴能够回到这台，而且很多朋友、很多就。朋友都能够见到，非常的感谢。尤其这个奖，叫做玉山奖。玉山是咱台湾的姓山，这个意义啊，对我来讲非常的重大。我希望有迄个机会，会当去替咱的故乡尽我家己上较大的力量，来帮忙这个所在文化甲文艺。也当继续行动，继续发展。这一路就是创作的过程，都感谢老一辈的中青代这个艺术界的朋友，大家对我的关心尤其我今天也要感谢我的。看手啦，我老看手嘛。今年得奖者当中，还有一家三口，爸母甲后生同时得到文学奖的奖项，这马上成为艺文界当中的头一个。另外，这次玉山美术奖的得奖作品，也将为即马开始伫文化中心内展出，并将不妨趁着假日前往欣赏参观。记者金文山采访报道。